啊，跑来跑来跑来，啉了，啉了，喝，嘞喝，啉喝，气，喝，够喝，激喝，刺喝，来喝，来喝，来来，你招哪里去？我那在鼓掌呢，来来来来来，失败失败哈，嚯，这种人物哈，哪处理呢？吼，打工吼，喝酒啦，吃土啦，唱歌唱歌跳舞，你卡拉 OK 上好吼，来来来，迄毒品个小可做了个咧，哦，飘飘然安尼吼。即么即个外面吼，汝甲想看麦？若恁兜个囡仔伫即个外面大汉的时阵，你也替烦恼无？绝对烦恼，吼、哦，咱即关紧收起来。哎哟呀，汝会发现讲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正足大啦。今日要来讲一段足特别的经文，因为即段经文吼，要开始甲咱经告。 讲吼，咱做人毋通像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安尼。因是安怎？因吼，坐咧，到食、啉啊，干杯安尼。哦，啊，爬、啊、起来，到要佚佗。其实吼，咱一个人吼，上帝创造咱人，爱食爱啉，好无好,好啊，变来无好，真好啊。哎呀，咱出来佚佗好无啊，好啊，那也无好。但是今日嘅即句话哦，即句话呢？ 甲咱讲，人生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讲你拢总无做其他诶代志，逐工都拢食饱困困饱食，吼，食、哦、啉、佚佗，即拢好代志。但是吼，袂当活的，干那食、干那啉、干那佚佗，安尼都袂使。安尼你有听无？哦，食、啉、哦，但是你也要做其他诶代志，你喺上班，哦，你喺学习，你人生有足些代志爱做。 啊！今仔日休困倒下来了，啊拜六礼拜，讲啊咱出来佚佗一下，哦、啊，安尼真好。但是呐，讲拢无做其他诶工课，干那逐工都食、啉、佚佗、食、啉、佚佗、食、啉、佚佗，哦，安尼都袂使。安、啊、尼你规个人吼意志拢全消沉落去啊，败坏落去就对啦。伊说诶人著是安尼，即股经察八字年，吼，坐咧都食啉，啊，啊起来都佚佗。 即几句呢，出现伫倒位你知出现伫迄个时阵，以色的人离开埃及。原本上帝是叫摩西去山顶，上帝要将摩西要传落百姓十条诫命要传落伊。讲摩西来来来，我咧讲，你即个百姓吼，即摆已经离开埃及啊，咱无个做人个努力啊，咱即摆有家己嘅生活，家己嘅追求，家己嘅理想啊吼，即摆开始吼，来十条诫命。 咱生活都应该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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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以前因为吼你较早伫埃及吼你拢无即个规矩啦，你拢学埃及啦，埃及人诶生活方式，你侬学学伊安尼生活，啊，你拢毋知影啥物叫做正确诶生活方式。所以我先甲你讲，吼正确诶生活，吼，一个好诶生活，无应该是安尼，一个好诶生活应该是爱遵守即个十条诫命。 爱敬拜上帝，爱友好父母，啊，毋通去贪，哦，毋通去特别追求享受。我甲你教，上、啊、帝在给摩西讲十条诫命的时呢，这个、在背圣，伫山骹咧创啥呢？因伫遐等，等啊足无聊诶、啊，啊啊无聊，无聊去，未晓家己找代志做哦，伊未晓。因对埃及所有诶、就是，著是无聊诶，时，来拜拜，哦。 无聊诶，时阵，来献祭，啊，献祭拜拜，迄、那个叫敬拜上帝，无共款，无共款哦，哦，因为敬拜上帝是上帝叫你爱过一个圣洁诶生活，但是较早因伫埃及，学着埃及诶拜拜，迄、那个埃及诶拜拜是甚么款诶生活方式咧？埃及诶拜拜，因为古早你知影埃及是足古早诶文明嘛？ 所以埃及古早著是一个好嘢诶所在。哦，埃及伫古早时阵，著是一个足进步、足商业诶一个所在。啊，嘛简单讲，嘛是不哩啊最恶诶所在。哦，嘛是男女吼啊，有真侪真侪即个放荡诶行为，一个时代。所以即一识嘅人，当于咧等伊知影模式去山顶咧创啥，叫伊咧较早习惯。哦，啊，即卖无聊变啦，啊，无聊咧。 唱歌啊，跳舞，摇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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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嘞哦，来来来来啊，抱嘞抱嘞抱嘞啊，小酒饮嘞饮嘞饮嘞，安尼啊，爱有理由啊，师出有名啊。那要庆祝，你啊找一个理由啊啊，庆生日，哦，生日庆祝，上西团啦，哦，生日你一个人，生日人我我都唔捌你，我边啊跟你庆生啊啊，啊无安尼，咱用什么呢？咱用吃拜拜，哦，咱用庙，咱用神。 哦，你讲啊，恁兜咧做生职，啊，你诶家族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这跟我无关系嘛？啊，什么物件跟所有人有关系？拜拜！哦，咱在拜即个神哦，就讲啊啊，问题咱即嘛，咱较早伫埃及拜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神吼、哦，啊，听讲讲咱即嘛，娶咱即个出埃及诶，即个神吼，听讲是无啥共款呢？哦，啊，凊彩啦，凊彩啦，哎、啊，一个代表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伫埃及吼。 上帝就是牛嘞，啊不安尼啦，咱都吼凊彩啦，都吼咱这小姐吼，破咧、啊哦，有金诶，手指有金诶，啊恁兜诶啥物碗盘吼，你阵对埃及出来有啥物珍珠玛瑙吼，有带啥物贵重诶吼、哦，来金诶拢摕出来，大家献出来，咱来吼做一只细只金牛，吼、哦，将所有金啊用做伙，啊咱来做只金牛，啊这套、個。哦 啊、这就是带咱出埃及个神啦，啊，凊彩啦，凊彩啦。所以呢，因就怎啊做一只金牛？啊，因用只金牛呢，因为讲即个牛吼、哦，都、就是代表即个是神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神是因个符诶啦。哦，因只金啊，哪怕做一只狗，嘛嘛嘛甲叫神啦、啊；一只猪嘛甲叫神啦、啊，啊，凊彩啦，啊，一只牛嘛甲叫神啦、啊。因受到埃及诶影响，所以利用一只金牛。 讲即只著是神，啊，逐个今仔甲拜献祭、献平安祭，哦，大家做来献祭，哦，安尼，哎，著是咱即卖一组咧咧，即、这个吃拜拜，赶快意思，啊，著、就是讲咱用一个宗教诶名词，逐家来闹热安尼，哦，啊叫埃及诶即个习俗，吼、哦，迄、这个若宗教诶庆典咧闹热诶时阵，迄种闹热是不里啊轰动诶闹热。 迄种闹热毋是讲真正派诶闹热，迄种闹热拢加减有酒精吼。咱即码讲诶，敢若有毒品吼，抑、哦、佮有足侪足侪无正常、真无好诶良性诶关系，着咱敢若讲叫即个某因仔出来跳即个探丽舞啊，啊腾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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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安尼吼安尼，啊所以拢有一寡足无好诶即个习惯着对啦哦，所以吼，迄、啊哦、种诶文化。 会转会自成即个以色列人道德上会败坏，啊，都、就是因为安尼上帝毋则叫因爱出埃及，啊，若无埃及嘛嘛不啊。好大咧，埃及嘛是足丰富个所在，全世界拢嘛上帝祝福个所在啊，啊，上帝先来要叫以色列人出爱出埃及，都、就是因为埃及有一寡宗教上无因娶妻个人过一个圣洁、這个生活，因用一个宗教上个理由，作为目标。 是互家己闹热，家己欢喜、家己要食饱，是要家己享受安尼尔。对着因心灵诶提升，对着因对真理诶认捌，是一点仔帮助拢无啦，完全无帮助。所以上帝无爱因安尼啊结果呢，即系悲省，因为因较早因无认捌即个上帝啊，所以呢，虽然呢祖先是敬拜上帝无毋对啦。 但是已经伫埃及已经四百年啊啦，早着叫埃及嘅文化吼，拢统一起啊,啊。所以当即个人伊无聊，伊毋知要创啥时阵哦。啊，拜五像，拜五像啊。所以上帝足想生气，因为毋是干呾拜五像俩，因为拜五像后壁，佮加唱歌跳舞，佮加吃啉，佮加着足济足济，即系世上咧，即系恶咯。 啊，即娱乐拢毋是讲啊，像你去爬山啦、运动啦、心情放轻松啦、分享你最近过了安怎啦，逐个互相来祈祷啦，吼，拢毋是即种嘅啦，啊，拢是有真侪真侪即个罪恶嘅物件，拢沉咧内底啦，拢是咧晃动，互你意志消沉，互你失去了人生嘅方向，互你咧消磨时间，所以因呢性质，第二讲圣经就记载。 工人做只金牛底下庆祝，烟凹百胜，一辈子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。了，啊，安尼会当有一个真正式的名义，大家会当来庆祝来来来来，大来庆祝哦！啊，开始啊！啊，吃嘞吃吃啦吃啦吃啦，干啦哦！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啊！啊，吃啊，你吃饱啊，袂当个吃因为你吃一日两点钟人咧办桌，人啊请新娘 咱食一日两点钟，你嘛差不多啊，是毋是？啊，爬起来，爬起来，哎，佚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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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着规工拢过即个生活，无目标，伊话咧世间无目标，伊无意义，都干呐食、饮、佚佗、食、饮、佚佗、食、饮、佚佗、食、饮、佚佗，拢总了过种日子，所以上帝足想气。所以咱今日经文讲，保罗讲，咱毋通学伊，即落歹代志、歹习惯。 毋通有即个人，因是咧拜偶像，啊！咱你即个讲一个观念，请恁朋友你也了解一点。啊，我都毋是恁基督徒，啊！我咧拜拜，你咧即个甲骂啥？哦，所以咱来了解一点哦。即个人呐，毋是基督徒，伊都无去教会啊，伊也无认捌上帝，啊！伊是为讲啥物神，迄种骗人诶。阮兜拜即仙才是真诶，迄种行为会拜偶像，即个是真合理。 有什麼好質疑？因为你都毋捌真神嘛，所以请你会记得一个原则：圣经内底只要咧骂人講你，咧拜五像，拢是咧骂信徒。啊、哦，這點這個觀念你一定爱正确。因為若无神诶人，佢都会樣拜拜嘅，佢都会樣拜，到一生信嘅，但若有物通好骂嘛？迄种人咱是,是去伊传福音，毋是去伊骂。所以你發現讲咱基督徒读圣经拢读得无清楚。 迄人都要拜神了，去人道讲，啊，你唔好拜神，你拜神唔好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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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啊，伊都毋捌你诶神，伊都干那捌因兜迄个神尔，你应该是先将即个神传互伊，哦，啊，伊若讲已经信啦，伊来已经信你诶神啦，伊佫倒去拜拜，哦，迄个阵你在干嘛？安、啊、尼听有啊未？安尼听有啊吼？哦，你讲我抑无男朋友，无女朋友，我去甲人约会。 啊，即哪有啥物好骂啦，即个足正常诶嘛。啊，你袂当讲我都已经有男朋友、有女朋友，啊，我搁去见别人，搁伫遐咧约会，吼、嗯，啊，搁伫遐咧手牵手，安尼安尼，都、嗯、怪怪啊哩咧。啊，你搁较卖讲啊，都已经结婚啊，搁无平基庙，搁人咧啉咖啡、看电影，即啥物意思啊？迄著未使啊嘛，你了解无？拜偶像著是安尼，伊都也未认捌上帝，伊当然伊就拜偶像，迄个毋是上帝正经责备诶对象。 迄个是毋对，但是毋是这边，是爱去解团。阿、啊、上上帝咧气啥？咱今日读个这段圣经，讲恁即基督徒毋通去拜五像。上帝是咧骂讲，啊，你都已经，咱都已经娶嫁，起，你都已经说咧，啊，你都已,、啊已,已,啊、已经信上帝，啊，你都明明知影世间只有一个神，无其他神。啊。你佫去咧拜五像，啊，你佫去咧食拜拜，你即嘛是啥物情形？所以上帝这边是去这边。 哦，所以这个咱来讲清楚。好，休困一下，等下了咱再继续来讲。欢迎 t 来 n i g 老三的节目。今日个节目，甲大家分享讲，做人本来就应该快乐，但是快乐有两种。哦，一种是对咱无伤害的快乐，心灵的快乐。 啊，一种是讲吼，有可能对咱造成伤害。上物款的快乐，就是咱即卖少年奶奶讲吼，去开 p a r 趴啦，就是 party 吼。啊，过来的去加一寡毒品啊，摇头丸啊，吼，用一寡药物啊，啊，要来解度你的个即个压力啊，吼，啊，你讲哦，迄、那個、效果真好，是啊。但是迄食了久吼，规个伤着你会闹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讲我都买用遐坐到好啊。啊，问题你会调调啊，会上瘾啊。

啉烧酒好啊！诶、欸，基督徒嘅圣餐原本耶稣著是咧啉酒啊。耶稣偷一个新娘，著是人咧结婚嘅仪式。耶稣去咧参悟，耶稣互伊妈妈叫去，结果人即、這个逐个伫遐咧办青草，咧办道，结果食甲一半，等咧欢喜诶时阵，讲我酒呢，食到啉，啉到无去啊！啊，耶稣伊妈妈讲，啊拜托你共帮忙一下。所以耶稣来世间偷一个新娘，是将水转变做酒啊。哦，所以。 你著知影讲，啉酒毋是无好，但是你袂当啉烧酒醉，袂当啉过度。吼、哦。体膜太，敢那胃肠无啥好。保罗嘛甲讲，保罗讲啊，你即个胃肠嘅毛病，你小可啉一两酒对你较好。所以咱基督徒毋是讲，我、啊、这也未使，他也未使，唔、嗯、是安尼。是最主要讲，你也一样控制，哦，你也知影讲，什物代志你袂当做了过头。啊，你唔系知影讲，有为只饿弄嘅物件。 是好生无毋对，是作刺激个无毋对，但是对咱是无好。哦，比如讲咱拄下来讲话，讲、就是、啊叫赵燕拿出来跳舞安尼吼，用一块带着暗示诶。哦，咱即卖来讲叫做钢管秀。哦，迄大腿甲你露出来。哦，啊穿足少诶，迄种迄种毋是一个正当诶娱乐。做咱基督徒无应该参与迄种诶娱乐。做咱今日日这段经文是讲，一个人来咧拜偶像，啊，干这个。 种比较比较比较即、這个咧追求咱即个身体上的享受甲做伙，即、這个是伊个背景。因为伫过去埃及因个文化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因咧拜拜的时阵，毋是讲拜拜了啊，大家功课进步，当下写功课吼，啊，逐个来练身体安尼，毋是过去，因咧拜即、這个就头冶娘拜一挂这些奇奇怪怪，咱人家己吹出来的神，迄就是伊人个自我中心。 伊人家己想要追求家己个享受，啊，找出一个借口，讲是咧拜神，但迄个拜神了，连续骨络钢，迄后壁个生活拢是无圣洁，是无正当个生活，迄著是,是,是当时个背景。吼、哦，当然即摆咱就较无安尼啊啦，吼、哦，即马你讲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恁即摆恁即摆是安哪？啊，阮拜拜，敢有像你讲个安尼？所以即点你要了解，我是咧讲，伫当时个迄个文化，足侪人因所拜个偶像。 因因毋是咧追求讲，咱咧追求做人诶道理，毋是。咱即马作些朋友咱咧拜是咧拜公嬷拜祖先是咧讲啊，拜公保庇咱诶子孙诶友好啊，咱都爱好好啊做人安尼。迄甲圣经内底讲诶迄是无共款哦。咱今日个圣经讲诶是咧讲，过去因诶背景因所古约所拜遐神，迄、那个毋是讲作正派诶神，迄、那个讲是神，后拜即度抓诶神，迄、那個、拜一寡奇奇怪怪。咱讲较白诶著是讲。 有是你要一寡一寡干那瞎搞瞎神是你喺你拜迄种神诶，时阵，是将家己诶囡仔爱杀死哦，放喺这单顶献祭，各种奇奇怪怪，互你想无诶啦。哦，迄你古早较无开化诶时阵，所以有这无好诶习惯。所以佛陀的层面就是讲，你毋通安尼，咱毋通去学一寡其他诶信仰，伊诶目的只是要借助你身体享受。 一个正统诶一个借口而已，吼、哦，甚至伫古早人古学家咧研究讲，有足些即个邪教，你是信即个教，你去解白算会追求吼，伊是会甲、哦、你鼓励讲里着爱教即个神，爱有进一步，会甲你改运，也个你解命，伊、哦、会甲你安,安,安,安、啊、怎安怎安怎安怎，阿安怎做？迄是叫你衫裤脱完了入去内底，个一个某囡仔庙内底，伊是代表神，迄都是一个邪教。 互咱有无正当个即个男女个行为个，迄个是无正当个，但是种历史上是真济、哦哦，啊，人会相信即种物件。你讲有即种个，讲实在，即嘛有时阵嘛抑个有吼，有时阵啊，你即嘛报纸啊有通会看啊，啥物叫做诈财骗色，迄就是一寡啥物疏忽，讲你即嘛温度爱改，讲你即嘛就是爱去杀掉、去冲，掉、去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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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啊，即个壶啊啉落。 啊，著安怎？结果糊啊！啉落来阵内底，著敢淋一寡怪怪油啊！啊，趁迄个机会啊，趁迄个机会即个查某囡仔安尼啊！即嘛都抑够有啊！你莫讲啥物古早毋捌字？迄古老千年情哦，所以你要了解即个背景。所以保罗伊著咧警告，因为今仔日的咱讲诶即个圣经，即、這个对象是叫做高林导教会。啊，即间教会伊内底信徒足侪拢粗心。 他拢有一挂背景吼，较早吼，拢是对其他诶，一挂毋是足正党诶信仰，则来信诶。所以有当下抑佫无足清楚，所以保罗一定爱甲因教。保罗讲你袂当安尼哦，哦你毋通学较早以色诶人哦。以色诶人著是因咧追求讲啊欢喜就好，追求身体诶快乐，伊毋知影讲人是要追求心灵，你毋通学因啊哦，若做即种代志，上第是会生气啦。 所以安尼跟仔去，嘛是甲咱经过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吼，真正咱简单讲，咱人生真正的快乐，是对圣洁的生活才有真正的快乐。放荡的生活，那是一时的刺激，迄个毋是真正的快乐。甲大家分享，要来祝福咱所有的朋友，咱的人生追求是一个真正心灵真的真正正的喜乐平安。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,谢。

这就是重点。是啊，参像我这个人，我就是亲朋友。哦，你看山羊迄个阿霞、哦，哦，伊开一个卡拉 OK，、哦、我连续一个月拢去佮伊捧场，这是唔是好朋友？哦、这吼、哦，我呾算一种朋友。阿哥，参像咱阿雀啊，哦，好、哦，伊开一个餐厅，我连续两个月，哦、对无？这是唔是好朋友？食过遐菜，我全部我拢会记的。 哦，做要养煮就对了啦。哇，好朋友，啊，观众朋友，参照咱迄个管理员，哦、管理员也、啊、有啊。你都唔知道，迄、那个管理员今麦做啥物？你知不？哦，迄个管理员今麦是搁在遮探木头，啊，搁外口可能外。外口，伊今麦在做啥？伊今麦在开家店。哈？我捡起来旁场啦，你知影不？你讲我今麦就是好朋友。哇、啊欸欸，观众朋友、啊，什么是朋友？哦。 朋友就是讲，咱来因错伊惊对的咯。对，该扛的时阵，咱就爱该扛。是哦，该支持个时阵，咱就要支爱支持。爱支持。最主要，朋友就是讲，你爱互相哦。啊，人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也要选择一个好的朋友。是哦。哦当你若将一个人当做朋友的时阵，是，你爱该扶持。扶持。要该扶持。所以讲，这朋友是上帝给咱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。 哦，所以呢，无论咱走到多远，咱拢是需要朋友。啊，这为人家己其实唔是伊要做，是朋友话台伊就台，朋友话怕啊伊也怕。对。嗯、这咱家己要规律。<對>哦，所以咱的朋友吼，咱唔通做伤害伊的代志。是。袂用伤害朋友。袂用伤害朋友。再难白嗯。我今仔敢要问你一句话。是。你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相亲的好朋友？你要讲。 啊！大家出兵这几年，过了十年之啊，当然我是你好朋友啊。好啊，你若既然认定我好朋友，嗯，安尼你应该知影。啊？哎、啊，等等下，安尼、欸，诶、欸，这观众朋友啊，这剧情你看了感未深？都大家若讲我这个问题，就去借钱啊。哦，无，我不爱借钱。不是，不是。就是今日这个问题，不是借钱的问题。因为不是借钱，等于解决问题啊。哦。 今嘛、啊、有需要，我甲你斗相讲。好，那不是我钱借你，安尼拢好讲。来<唉>，你今嘛要创啥？敢讲今嘛看到这個，你敢唔知影我这意思？我唔是要叫你。哎<唉>，你你唔通你叫我去抢银行呢？我是要叫你，你看你这个面白，你你去银行，<唉>是想唔知道你要创啥？ 该、哦、看到你，该拍落來,来，拢拍落来。该自动钱摕起来，就总摕起来。你去啊，摕一千万，等下合我。你放心，你跟我是好朋友。我甲你讲安尼，因为就是别个人认出你是谁，这样子。你会伤害着我？绝对无伤害着你。好、哦，而且观众朋友啊，我咪要要甲恁讲，你，大家，个咱。 十连八也是好朋友，所以咱今仔个事情拢面用讲。你若互伊去抢银行，倒来了咱拢点点面用讲，因为恁大家拢是伊个好朋友，安尼对吧？安尼，这叫叫做朋友。不伤害好朋友。